一个就是说可以输入嘛，可以清除。那清除的话有两种，一种是整个清除，一个是一个字一个清除。那再来就是说，确定的话是密码错误，12345，密码是正确的。那结束的话呢，取消就回到原来的，因为怒我没有做任何动作，按下确定的话就是整个跳离开来。OK， 好。大概会是这样的流程的，那我想其他的部分的话各位再把它完成哦。那下个礼拜的话基本上我们会再看第五章的，所以你们回去的话可以先看过那个第五章的这个我们云端画面。那云端画面包含就是说我们会再继续讲那个这个叫 checkbox 打勾打勾，有没有，这是多选的。另外的话还有就是单选的就是 radio button， 类似像这样的单选的。另外还有就是 spinner 其实用的非常的多，可是很不好操作啊。里面的话呢，你也许你会需要用到像那个所谓的 adapter， 尤其如果你要连资料库的话，其实用到的也蛮多，像 adapter 这个部分。所以回去建议各位还是假设你有手边有书籍的话，建议可以稍微先看过。好，那下个礼拜的话大概是以第五章这部分为范围，那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哦。OK， 那剩下时间那就给各位把那个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再把它完成一下。